哎呀，老妹儿啊！哎，熊同学，我想问一下，刘小姐啊，是不是第一次来钓鱼？那肯定是的，那得忙着来，而且刚你来了以后就有常来，我希望我明年还来。我刚见着大姨，我问她，我说，哎，大姨，这辽宁鸡架好吃吗？大姨跟我说，鸡架老好吃了呀。哎呀，这大姨一听就是在辽宁和江西两地长大。说是哪个话？大概也是我的享受，这个小伙子。